大家好，我是蓝爷，欢迎收看蓝爷解说三国杀国战。咱们看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第一盘录像上来应该是掉线了，不过开始的时间不长。我们第一盘是由二六区长孙普起这五玩家提供的，上来郭嘉和张合就这么着打庞德一。杀了个张合个猛猛，就杀了张合片甲不留，郭嘉也有点怂啊，不敢卖，还没出九杀，你第一滴血为什么就不敢卖呢？我们上甲跳一个，咱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反正他就是一个飞位，我们这一代拿这个牌有点醉人，全部丢掉吧，这牌只能清了三张杀。乐不思蜀没人的话，乐不思蜀其实可以考虑扔。当然了，我们如果扔掉的话，可能说在郭嘉看来我们就不太像魏了，因为是魏国的话可能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是魏，我也扔掉了，留一张啥乐不思蜀肯定扔掉，你这扛不住啊，你这现在还只有一个魏国的。而且魏国特别遭仇恨，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很多人仇魏。挂了个冠师府一号位去杀八号位，难道就说因为别人扔了这个乐吗？你要说扔了这个乐不至于啊，扔了这个乐也算什么呢？这个人跳飞圈有点像魏。你难道说这个乐想乐到张合头上吗？你乐在张合头上，但现在张合移到你自己头上去呢。张合郭嘉这个瞬间一颗满了，这个桃子确实磕得多。我们的话可以考虑打无懈可击啊，这忘记开二倍数呢。这个果然还是得打无懈。二号位有点不太像位，既然说你不太像位，为什么又驼子站到驼？这和郭嘉多大仇？你亮了驼子，等下郭嘉倒下，如果不是群雄的，肯定揍你。他顺手缺羊，驼子现在打我一手还晕了，那你还来送我们什么人？把我们给乐了，不是，这个人不是驼子，有点像群。咱们暂时先给他标吧，标个群，其实这个身份标不标都已经没多大意义，只能说他比较像群而已。这个难蛮开的，郭嘉反正也不怕卖了这一滴血，我们就惨了。那后面还出了一个祝融，出一个祝融的话，祝融这个难蛮估计又放出去了。九杀上家，别这样，你这九杀上家干嘛？你先放了蓝蛮再说呗。结果小诸葛和马超躺枪了，直接被队友给九杀了。小诸葛，我记得小诸葛是什么都没做，但是祝融非得去，就前面就是祝融去忙八号位了。别人不过把乐不思蜀杀扔掉，你去捅一刀也就算了，结果别人放个蓝蛮，你又一记九杀，你这得多大仇？有乐不乐？那你难道要乐到你头上吗？怎么的话可以考虑捅一刀上甲，上甲非常非常像群。我们干脆直接亮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身份应该清楚了，二号位比较像位，五号位比较像群。看一下祝融吧，看一下祝融，反正应该不会再动了。祝融这个时候也没必要动，这个人我觉得你没必要藏了，然后又不是鼠，刚想说你随他吧，他爱亮不亮的，反正怎么亮就再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来找我们麻烦，你找我们麻烦可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祝融，那孟获不应该这么早，一早就上来说，驼子干嘛不救？这个驼子应该救的。祝融应该说等南蛮，这孟获南蛮到底哪里去了？再亮的话，怎么又被顺了？离间压我们的血呢？九火杀，咱们赶紧移城一下。
吃个桃，然后的话我们可以耗时加大血摸牌，这回合过五张牌。有没桃是关键，摸不摸的我，然后一猜，然后再一旦，然后有桃就好，有桃就好，然后吃一个能，其实应该说吃一个桃过的。咱们赶紧下的，赶紧的把贾诩的牌给撸走，免得到时候说贾诩一拿着牌来一波爆发把我们给灭了，咱们赶紧把他撸给这祝融梦或其实应该说回血的。在大桥有大桥贴乐，有大桥一二三四贴了四个乐，有大桥的话咱们又好很多了。然后国家的话在偷群，然后国家应该是抽群了，这是说前面群雄打国家打得太狠了，我们又被压血了，这肯定被压血，结果连续离间国家了，你群雄就更加不要想赢了。这么打你群雄拿什么赢啊，怎么在一个耗时啊，在无中生有，然后远交进攻给驼子，把他的牌撸给大乔，咱们直接一刀呢，一个决斗啊。驼子已经，难道他别人能救你吗？驼子已经托管了，打国家打出来的事，然后直接乱，那你还有机会你才能乱，然后我们把蓝蛮给弃掉吧。乐都被乐了还想乱，乱到哪里去啊？算了，咱们一张杀，反正咱们也死不了，现在咱们肯定死不了。然后杀国家呢，国家是直接被王杀呢。直到你的膝盖中了一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二打三，看大乔有没有那么多乐，再一个九杀。大乔这个是撸的名牌，两个人应该说是两个人对调的牌，剩下的话我们再分一半，就赌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桃，我们这个可是有杀的，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你跟还赌啊，你有本事再把大乔跟我赌了。我们是明的留了红杀给大乔的，然后一射马再一乐还来吗？你再赌啊，我们再一个耗时啊，我估计他肯定不敢了，我们清个剑杀一刀看你死不死，不死的话随便开五谷风灯了。开五谷风灯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想撞，抢白银，其实说啊我们就是为了回血，其实人王盾的防御还是不错的。还在读啊，然后这读我只能说你读得好。直接九杀，然后再把这把祝融的牌一撸啊，这个大师连王起来六，那就真的六。你看大师说这大师这过牌量还糟态，主要是大师这个地盟太对于敌对方来讲，简直属于无敌的技能。这个当然了，你大师玩大师，如果你碰到不会玩的队友，我估计你的心直接碎了一地啊。所以这个大师也队友不要有太多了，有一个就行了，像咱们有大乔就行。我们这一盘有一区低调 Kier 三国，这位玩家提供的八号位的太史慈徐盛部下宜城，以抓曹贼，曹贼上来囤了一个田。二号位上来看蓝蛮，不知道他什么身份，有时候现在也不一定说无就不开难忘了，有时候牌实在捏的太多了，不开都不行，弃掉很容易暴露，如果你不想暴露身份，你就把那什么蓝忘全部扔了，扔出去，不叫扔了，怎么直接甩出去。我今天有一盘上一次有一盘直接起手两个蓝蛮拎在手里一直不敢放出去，结果手牌被卡得挺死。你一个三血的将手上卡了一个蓝蛮，那你另外一张留什么都不合适啊，有时候你碰搞得不好碰了大嘴，你都不知道那蓝蛮该不该扔，然后拿诸葛一个空城，好小诸葛吓得赶紧的给老诸葛打一个无限离点的话，
这李典，李典一方望见什么曹丕啊，也徐玉啊，全部跑出来了，这直接输哎，输位跳大了，这把诸葛手上还有一张闪，还好，再一个远接进攻，看一下有没有牌打死老诸葛，当然你打死老诸葛可能是有困难的，别人可能有他的会救，另外他也可能是庞统，然后这个松麦队友呢，再一个火杀。老诸葛如果没庞统肯定是死透了，这么托管肯定是死透了，你还得 IG 铁锁，这是三件刀的伤害，等一下你还通过就是挨了铁锁的，这强行跳巧一巧二呢，有才，真是有才。然后庞统来了，荀彧真是牌多啊，我直接巧一巧二，强行的。典韦应该说这个时候还是答案简单，小诸葛这回合应该能帮咱们打输出呢，这次再不打输出这一猜，然后再数啊，庞统啊，庞统的作用应该是最大化了，这个时候肯定说最大化了，然后再一乐咱们的话，直接先一顺吧，然后再一带了啊，八卦也不要了，拼队友没拼赢，好惨，真是好惨，既然我们拼队友，等一下张和荀彧铁定要来偷我们的牌了，拼队友都拼不赢那就没法了，等一下我们不要拼队友了，怎么去拼那个，去拼许褚啊，感觉这小诸葛抢了什么，怎么感觉把伞给拿了，不要留伞，那是留了伞给许褚，然后当然那我们这么弄的话就说希望杀多大输出呢，好，屯田这家回血，这个咱们的机会就只有这一次了，咱们机会也就在这个连弩之上了，救都救不了了，还好小诸葛给了一个桃子，剩下的话这典韦太拼了，自己被打到一血，然后那就直接拆光了，孙权这猴子其实可以考虑给我们一张，然后我们直接去拼许褚，许褚是一张明的闪八点，这个时候直接咱们应该拿属性杀，他们有吗，没有，你救吧，这个时候咱们既然连弩来了，多留杀呢，直接强行打位了，你要拼队友，你爱拼就拼吧，怎么这个牌这么多，所以是连弩啊，南蛮什么牌都有，直接连弩枪突了，翻队友补牌技，荀彧这个属于不会啊，你这个酒肯定送曹丕呢，你还留在那个酒干嘛，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啊，枪杀呢不过全部端了，你说你留着这个酒给那个，留着这个酒给曹丕多好，死了，咱们找他决斗啊，如果他无懈的话咱们就反无懈，然后直接南蛮一南蛮二就结束了，你看怎么这个输出啊，简直爆表啊，魏国倒是想法好提前解决，没想到怎么一波全部让他们全部灭，这个也说如果你是到后期你留两个南蛮那绝对是神牌，虽然说现在这个南蛮没体现作用，只是在打小诸葛的时候就是体现了一些作用，两个南蛮就直接帮我们结束游戏了，怎么这一盘的位置太靠后了，九局明轩这五玩家提供的那一号位上来把南蛮给弃掉了，一号位舍不得，你要说现在舍不得把他翻片给大乔，这大乔反正上来就是一顿子忙，逮着谁倒霉啊，五号位被乐了来忙我们，四号位这个打法比较偏无，要不然你没必要在背后赢五号位的刀子，你赢五号位刀子干嘛，然后我们没抢南蛮，抢了一个顺手牵羊，怎么抢顺手牵羊，就是不想别人来牵我们的八卦阵，我顺了个托管的，对，顺的就是他，然后咱们这个牌就比较神了，瞬间直接满装神装，帅气的贾诩，帅气的无死角，
咱们赶紧的啊，丈八都拍出去了，只留了一张黑色的无懈可击，赶紧把简易码顺了，要不然你要被漏了。杀家学，对，杀的就是家学，谁叫他那么高端。三号位，然后我们赶紧打无懈嘛，然后我们直接去扒了，扒了一下四号位，四号位结束之后，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反正回合结束后有技能的，你就参考一下，也就是说超人貂蝉，吕蒙啊，现在吕蒙也是的，吕蒙应该是结束开始时啊，他有那个有一个。问你是否克己啊，贾雪也太拼了，帮我们打一个无懈。这个时候谁开个望镜开得好，咱们看来是去雷人了，应该说雷了大乔吧。好，一改咱们又有闪了，大乔死了，再不死没天理。杀贾雪啊，三金刀带上大乔吗？不带。这个人不是个群，可能说单纯的数人头。吕蒙还真是，吕蒙没什么鸟用，咱们就不用管他了。这吕蒙真没什么鸟用，除了克己，除了克己这一条路啊，没别的，就没见到他有什么出手的。谁要和吕蒙做盟友，是注定的倒霉，然后怎么被拆光，那你拆我就拆他。还拆吗？反正相互拆，最后一张牌被拆了，你拆我也拆你。现在我们上家也不兵无了，然后我们闪电就没必要挂，怎么已经手上没有多余的可改闪电判定牌呢？等着一波大横征呢，可以考虑扒掉咱们的简易码，不要扒手牌，我们手牌等下囤了一红桃。三金刀杀大乔，结果一个周泰，怎么自己又瞎了？贼乱舞啊！这贾诩这回合倒是打了挺多伤害，然后各种奔放的风骚的姿势，这太风骚了。我们贾诩好早打，贾诩这个乱舞开的，把自己都快没了。三号位不杀吴啊，有点像吴啊，只能说三号位有点像吴，因为吴国现在状态也不好，不知道他什么。三号位如果真是吴的话，可以考虑捅了周泰德呢。啊，咱们直接挂闪电杀上家，你小心怎么闪电把你给雷了。来吧，贾诩，然后你把我们的闪电拔走啊，然后自己再挂出去吧，那我们就顺带可以去雷人了。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去雷了一下三号位，这闪电的效率高多呢。又一个万箭，你这不叫作死吗？咱们可以去收了孙权的人头，顺带随侍一下。然后直接天判，真是惨。这个时候如果二号位不亮，咱们可以考虑把二号，不是三号位，如果他不亮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把他给拼了。他你愿意看就看吧，你如果不亮，你如果是群就亮，老老实亮，不亮的话我们要劈掉，绝对劈掉他，然后给他打无懈，你不亮你还想回血啊？超人也是够惨的，你们居然看了连弩都不心动。没用唱手里呗，吓一吓人也好。剩下的话咱们看能不能弄死邓艾，邓艾要掏我们的牌呢。搞死他，邓艾夏侯惇。我们的话一荣俱荣啊，又接走了又磨牌呢。这个火攻的话一个曹操，咱们可以考虑把曹操和夏侯惇捆起来，再火攻一下吧，亮一个黑啊。如果他来刚咱们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把白银给换掉。在一个南蛮，怎么这个就比较神奇呢？哎，让你刚吧，我们也没什么好牌呢，不想让蜀国捡漏。蜀国在哪里捡漏？蜀国也能捡得到漏，那才叫捡，还顺。然后改来改去再一记九杀，
什么，反正这个魔牌的效率高多了，应龙巨龙，嗯，冰凉乐不思蜀，这剩下就只能弃牌呢。这萌其实都可以考虑说留一个啊，来拆吧，这个拆牌是反正是相互拆，我们这个牌留的不好，你这个无中生有干嘛？你这个改判已经不受控了，我们被决斗了杀，赶紧去雷啊！然后我们既然被逼了就被乐了就算了，你要如果有黑的话，你这最后一张牌改掉还能拆掉瞬间一张牌，直接九杀暗将嘛，九杀瞬间了，那就一斧子灌。九杀瞬间也好，免得瞬间老来拔我们一个张良，张良手上一张明闪，吃个桃过了，开个蓝蛮也行，接刀就不要用出去了，接刀不没必要强行用出去了，等下他来偷我们，我们照样把他给拔掉就是了，再一斧子再灌，拆不掉，好像真拆不掉，然后还是拆掉了，还真是拆掉了，你偷刚偷了，我们又把你给拆掉了。确实是刚拿走我们就拆掉了，这个过程，我们失去了最后一张手牌，然后张辽正好获得咱们那一张手牌，所以咱们可以拆掉它。咱们看一下吴国吧，吴国强行三v五，这吴国又得瑟呢。二六曲吾乃大主公，是玩家提供的。一号位这上来就开始浪了，桃子多忍不了，然后开桃园，然后可以挂白银，再一代劳，这个适可而止吧，然后一抢桃呢，反正咱们装备该有还是有呢，三个桃我们这个牌就可以妥妥的过了，然后找个人打一下，没必要再哭呢，我直接给你哭瞎了。这么下手这么黑，对自己好一点才行啊，还真对自己不够好啊。那既然的话，我们没必要哭死。我意思，到时候我们可以，说不定可以弃牌给二张的，然后直接，一个大桥是三件刀，然后一钢一红桃，然后直接弃牌吧。还真有二张还配了一个大桥，这个牌也可以用出去呢。等下的话。二张直接发达了，瞬间变二十张牌了。还孙策，然后找我们接音，消吧，然后把八卦扔掉。大乔可以考虑先把装备，我老贴给香香了，先把你洛神这么多牌，洛神归洛神，有没有能力用出去，这个就是看你水平了，给他吧，我们已经没伤了。挂闪电在逼，这手牌利用率还真是高，捅一刀来干嘛不捅香香，哪怕他有，然后赶紧把那个扔掉，把藤甲扔掉吧。这个看一下大小二张有多少牌可以说可以那个可以，没必要知己知彼看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要他真的要是无，他肯定自己亮了。大侠你捡了一堆沙，没别的沙比较多，我们又被偷了。我老捡吧，这个有大侠，有大侠在配合，到时候配合香香的过牌，基本上无果不抽买牌，没牌难了。每个人香香四，香香七张，怎么只有红桃，这把我们给秒了就惨。还才乐，才乐吧，只能才乐了。然后我们赶紧的阴魂给香香，多过一点牌呢。这个时候吴国可能最害怕的，然后把那个藤甲扔掉，藤甲现在都在铁锁上的，那个藤甲必须得扔掉。然后咱们要考虑吃菜呢。下家还救了一下，这个判红了，判红随便你判。然后我们赶紧把兵拆了，弃牌吧。然后我们的话。此玉镜也强行削骨削不动了，再捡吧，然后捡方片，主要是捡方片，倒不捡别的。这么多人在铁锁上，这是个麻烦。为什么说是个麻烦？赶紧把这个铁锁给解开，等一下免得闪电一着火，
怎么吴国也遭殃，我们给自己倒不些把这个香香也点支香，看他忙干嘛，你处理不掉你就怎么也不倒不些，也不怕自己飞呢。香香开这么多 LE 合适吗？然后你这干嘛，你起牌干嘛，你不会找人结姻吗？你这碰到这个队友还救啊，你还不如，你还真不如啊，让他死了得了，让他死了断肠香香呢。小的你怕被乐也不应该说好吧。我是香香又被乐了，又被翻面了，被贝哥怕翻面了。你说你香香二不二，你有桃子气给二张，那你还找二张结什么姻呢？这只能求桃呢。前面夏侯惇搞你这气牌，你真的牌有多啊？这还好，这还好说，这个局势还非常还在吴国可控的范围之内，只能拼了。我只能说瞎了，不是拼了，这瞎玩。好好的局势稳赢，这稳稳的打三打，说三打我已经很稳了。大乔有二张，主要是大乔给他们乐到死为止。还有二张不会让你的牌减少，干嘛？无力吐槽，然后远接进攻，无中生有，借刀砍人，或者啥都没有，那就弃牌给二张呢。你自己去，你去处理吧，怎么也不管了。天判确实天判了，一个国无限收了真姬啊，当然他本意肯定不是说收真姬，肯定想打吴王，结果打不进去。手短啊，就算不手短也没有多少用，一个赵云捅一刀，这个最多捅一刀了不起的吧。好，再直接可惜没有陆逊了，再陆逊吴国简直无敌了。杀吧，然后这三军刀带上，随便他爱断肠二张，断肠二张还有大强，赶紧的投降。两军交战，不斩降将。再看一下这一盘吧，这一盘一去五谷丰登，最初掏啥小月亮，这吴国也吴国大强不是大师和陆逊也行，但是吴国主要是吴国这太脆皮了，而且我们上来猛刷扫气卡这个习惯可不好。刷了些什么，前面也顺手雷杀，顺手丈八，为什么会考虑再刷掉，最后来了这个牌，越刷越乱，越脏。可能如果是我的话让他看吧，不让他看，然后他你去顺吕蒙吧，找吕蒙决斗。然后这吕蒙居然没有小乔，结果有大乔，八号位惨了。结果八号位是个三血不卖的，这打是三血不卖就算了，这甄姬和司马为什么不去乐了八号位啊？这徐玉亮家人又在干嘛？是打算强行开团吗？啊，这你肯定琉璃啊，琉璃给那个琉璃给司马呢。这个南蛮开的，这个南蛮一看就不太像我，不太像我啊。这个下次注意点，咱们反正是寻玉结面结了两张牌还行，有时候寻玉一血结不到牌就惨。夏侯惇也是一个比较会玩，会和邓艾，红桃邓没机会亮，啊雷不中也司马。从咱们这里杀的话，从咱们到夏侯惇这一块杀过去，铁锁你是解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就不直接捅一刀实在一点呢？又被教主给亮瞎了，然后咱们果断调成小剑，咱们就是想让大乔帮我们去，结果大乔估计是没有乐没乐。还是有乐，我以为他没乐。司马的话全部改出去吧，你手上没红桃，落神了，看能不能落到无限吧。落神落不了，落不到无限。
啊，咱们果断性的刷亮了，先顺，然后知己知彼去看一下五号位是谁。嗯，刘备，然后还是去打，咱们这个时候说去打那个，嗯，去打魏国，打魏国是有想法的，然后去烧一下吧，去免得司马把咱们桃子给撸了。结果这个司马还不要桃啊，嗯，说不要手牌，还去狼客加一马干嘛？这杀一刀邓艾，四个魏国已经差不多了的。嗯，咱们可以考虑开万箭给荀彧打一个无懈，免得荀彧到时候给邓艾接三张牌。夏侯惇要刚就刚吧，反正咱们桃子多，要劈啊，劈啊劈，第一要有闪，第二你要能劈中，三个条件一个都满足不了，你拿什么劈人？这一回合这一顺，去顺荀彧吧，不要去顺夏侯惇了。夏侯惇的话，等下咱们还考虑烧他几回合。咱们是先烧大乔了，那我们既然拿大乔开刀了，大乔必定是必死无疑了。桃子全部扔掉。那桃子多啊，其实应该可以考虑留一个桃子在手上，免得刘备倒下了。烧夏侯惇，嗯，再烧吧，怎么还能烧啊？怎么还有草花？这一波爆发，然后教主也托管了，反正咱们只要不动荀彧就行。你烧一下吧，看一下他什么东西，防片，嗯，铁水捆出去，然后强行再烧。这一波简直没谁了。嗯，再把他再来一个郭嘉，冰柱，我以为我们只要冰柱就行了。嗯，能控一下就控一下呢。荀彧赶紧考虑，不要拆我们，拿我们的牌去驱火，然后打下家。你管你下家是什么呢？嗯，这一驱火，这驱火呢，你把自己给驱死了。驱真不会，你既然要一早驱火，你就拿着黄玉英和。黄玉英的牌去驱虎打下家，然后捅一刀下家，看能不能捅死。我估计他要捅真的，这下家一个三血不卖的，不敢搏啊。为什么说我们一直打，打荀彧、打郭嘉、打独菜，为什么不打这个暗箭？其实因为我们看了他是队友，没觉悟啊。嗯，然后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